多了。嗯，阿山放完网之后，直接在这个直线位置上等着。好球，往前很细腻，反拍勾对角。哇，这直线防得真漂亮，欧旋翼的防守。接杀还是顶后场，好球！欧旋翼在后场杀了一拍对角线，多拍打起来顶不住，10-3，第二局的局点出现了，又是一个运气球，这球翻网而过啊！哇，好球！这个反拍，好球，好球。刘雨辰后场的杀球，结合欧旋翼往前的封网，11-8，第一场比赛结束。厦门特防的欧，好球，全力起跳的一拍，好球，接杀顶后场啊，这你身体素质非常好，高点拦掉，好球，这是李世峰的一个防守反击，嗯，翁阳确实打得更加的，这拍球杀得有点牵强，一旦这个对角线，嗯，可能还显得着急，想反拍顶后场，这是一个半场球，李世峰把握住了机会啊，非常热血的，快速来到网前，杀对角线啊！李世峰在这拍接杀上没有顶住，郑思维在后场连续杀球，这球阿山挑的都挺到位的。劈掉对角线啊，这角度打得很大，这11-7。郑思维先软压一拍，手上的变化很多。嗯，华海琼的半场球，后半球，好球，好球，哇，阿山的假动作把华海琼给骗到了，再来欣赏一下，这一局在，好球，刚才这球郑思维很巧妙杀追身，刘玄炫上来抢网，太快了，特别精彩的一个回合球，接发接的不错，刘玄炫在后场界内球啊，丝线11-9界内，11-6啊，郑思维和黄海琼又胜了。厦门特防最终是以总比分3-0获得了2023中国羽超联赛的冠军。